是刘亦菲，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喜欢啊、我想这个奖也是你们给我的，所以非常感谢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够继续支持我，谢谢。我是刘亦菲，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和非常多出色的明星参加这个 MTV 的超级盛典。我觉得漂亮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你的内涵，还有气质，还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自己的那种味道，一种 style。